夫妇各守本分，家庭才会幸福美满。学刀爱学炉，学火嘛爱学炉。无炉的军队会当入门。中国传统文化都是这两字，一个孝，一个敬。孝是以父母为代表，敬呢是以老师做代表。那是讲无这两字，你就袂当入门咯。你会当入门，入偌济分寸入去呢？啊，就是看你如何修养的功夫到什么所在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人未晓什么叫做孝，嘛唔知影讲什么叫做敬。对老师无恭敬心，对父母无孝顺心，所以困难，非常困难啊！大儒大道，这圣贤拢无看到咯，拢看未到。男子甲女人，个人有个人的职责，伊无同款。个人甲个人的本分做好，这家庭偌美满、偌幸福的，唔免过去竞争。夫妻两个人一个斗争问题就出来咯，互无相处，女主内，男主外。中国这个过去真讲究。结婚是一生第一项大事，那是大典礼啊！你看的时阵感动，哦，你知影讲这个不容易，你一生未去违背。你若是讲家己的福德做好，家和团结家庭，主要就是伊，主要就是福禄，家兴旺，国都会兴旺。家那出问题，整个社会啊都会完了。现在家无了，家为什么无呢？个人的修养无了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一层一层进入爬楼梯同款。头一个要修身，所以个人讲啊真正清楚真明白，家庭非常重要。中国注重。所以有家训，有家规。关于处功德，庄严不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多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心。共生极乐国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